此之后，两国交好，相互扶持，荣两国百姓之安宁。还以为王爷光明磊落，没想到竟会偷女儿家的东西。你我是契约婚姻，既是交易，则需筹码。王爷谨慎，东西想必是随身携带。还是注意脚下，不要贸然失仪。那香囊原本是系在右侧，如今却系在左侧，王爷未免掩饰的也太过了吧。只有本王想让你知道，你才会知道，以此为牵制，谅你也不敢贸然闯祸。大典开始，雀扇。雀扇？什么是雀扇？香透满堂，金玉彩，扇遮半面，桃花开。雀扇此已出，公主为何还不雀扇？梦中人分隔两端，似天上